命运有时候喜怒无常。上一秒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下一秒，却成了最痛苦的人。我试图欺骗自己，每个过去的时刻都是一场幻觉。但是痛苦不断地提醒我，一切都是真实的。他就这样突然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。小丽，胖子，建文，阿南，你们在哪？小雅，耗子，你不是在亚马逊打个猎吗？倒是帮我找人啊！我求求你，帮我找到他。放心。如果真的是野兽，那这丛林里面一定会有他的洞穴。那边。我发誓一定要找到他，哪怕搭上我的命。就像他信奉的处世哲学，自我牺牲是成功的关键。直到消失前的最后一刻，他都是这样做的。别怕，你也跟我走。回去。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不走啊？地上已经没有任何线索了。怎么会？你看仔细了吗？你再好好找找啊。前面就是原始森林了，我们就算去找的话，也要先回去拿装备，不然的话，丢的就不止一个人了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那我们赶快回去吧。
小雅，你别去了，再耽搁王浩的命就没了。你别冲动，小雅。你们别管我，我自己去找。你去就是送死。我谁要找到王浩？小雅，我跟你去。这小子装神弄鬼，一会儿脚印，一会儿野兽的，不知道在卖什么关子。这个人与我们认识不过一天，有着与外表极不相符的阅历跟沉稳，令人捉摸不透。小丽，是小丽，走。小丽，小丽，小丽，对。就是一只羊嘛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大家小心，附近可能有野兽。像是被野兽撕裂过。但是伤口又很奇怪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伤口很平整，就好像死前完全没有挣扎过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亚马逊丛林里面打过猎，我知道野兽咬死猎物是什么样子的，而且他们绝对不会扔下没有吃完的食物。哎，你呀，还是别骑自行车。你应该去说相声去。我们走吧。要不我们回去吧。别怕，他也跟我走。啊！哎，对了，没事吧？你不要急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浩哥的。丽丽，你刚才怎么跟建文在一起啊？散步碰到了，行不行？还是刚才的地方，我们又都回来了。又迷路了。
刚才就应该听阿南的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真的想找到王浩吗？怎么？你不想找到吗？也是。他失踪了，正合你意。李建文，你少给我装。你背地里干了多少坏事，我都知道。如果让小雅知道你对王浩……闭嘴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身边的朋友，却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秘密，很多很可怕的秘密。叫过来就是干这个，不然还能跟你干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小雅答应了王后的求婚，你受刺激了。你说是你自己吧？昨天晚上灯是你弄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女人真可怕。我先认识的王后，凭什么让她收了？你们一个两个都喜欢他，我比他差哪儿了？那我得试试。小丽，丽丽，小丽。小丽，小丽，如果让小雅知道你对王浩……闭嘴！你要再胡说，别怪我。行。晚上太冷，赶紧穿上吧。你可以滚了。你怎么这么想让我走？我就是看你不爽，怎么样？哎哎哎，算了算了，别吵了。那个，南哥也是好心，再说了他经验多，能帮咱们找到浩哥。好啊，那你说，往哪儿走？马上就要天黑了。晚上在树林里面乱窜太危险，要找也是明天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样安排挺合理哈，是吧，小丽？嗯。哎，小雅呢？
小雅，小雅，哎，啊，你干嘛？那个，要不咱俩就别去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小雅是不是你朋友啊？会死的。张你这样的男人，我真是瞎了眼。你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跑了？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们回去吧。你还把我们当朋友吗？是谁说过我们是一个团队，要不离不弃的？浩哥也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一起去。快点，小雅。来，算我一个。看着我，冷静一点，深呼吸，试试你的脚能不能动。不行，动不了。我现在拉你出来，把手给我，把手给我。往手一。三，你就使劲往前 ，OK。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走，快！快，我帮你。快，快！完了，完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
前面应该有出口。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刚刚就应该让你摔死。你行了，你们俩都别吵了，找人要紧。小心啊！小兰，小心啊！哎，慢点。走啊，都到这儿了。胖子，你慢点。没事吧？我怎么办？我怎么下去啊？你在这边别乱动啊！我们去找个出口，然后就去接你。是不是野兽吃人的地方？这里的东西不要随便乱碰。你怎么知道这个？这是抓野猪的夹子，我之前捕猎用过。你还好吧？怎么了？王浩，哎，小雅。
雪姬怎么没有了？胖子，你让开！被堵进山洞已经两天了，我们找不到出路。恶魔堵死了所有出口，又不想我们很快死去。他总是突然抓走我们的人，喝活人的鲜血。山洞像一个无穷无尽的炼狱。我们不知道恶魔在哪里出现，何时出现，死亡等着我们每一个人。Yeah.
帮我扶着。好。你干什么？蜘蛛网的丝是一蛋白组成的，能够被人体吸收，起到血小板一样凝结的作用。走。什么？一早醒来就能看到你，这种感觉真好。你确定你昨晚说的是真心话吗？傻瓜，是谁一直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？就算是坟墓，我也要和你葬在一起。你说的哦，不可以反悔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王浩正式被我套牢了。小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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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赶紧离开这里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在一起，一刻都不能分开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从一开始我就奇怪。你对周围的环境好像很熟悉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被攻击，就你没有？你又发什么神经呢？小丽，你想一想，所有山洞的人是他，带我们下来的人也是他。他要不认识浩哥，他怎么这么伤心？相信我就跟我走。这里一定有个通风口。胖子，给我找个木头。
酒精不够了，去拿二锅头过来。别怕，他们不会追到这儿来的。建文，小雅呢？他在里面，受了一点小伤，没什么大事。我们当时下去找你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掉下去就晕了，迷迷糊糊的，被人拖走了。被拖走了？那你怎么还能活着回来？我扎了那个人一刀，然后就跑出来了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怀疑我？说不定是你自己跳下去的，好在下面埋伏我们。我他妈还怀疑你呢！感觉有人在后面推了我一下，说是不是你？李建文，你把刀放下！建文，你冷静点！老子会杀人，怕死给我滚！你干什么？那件事，从今以后，你知我知，不管是谁都不能说。难道王浩的死真的跟你有关系？你疯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小雅又恢复单身了，某人又可以继续接盘了呗。我警告你，管住这张嘴，不要胡说八道，不然我真……你敢勒索？你还真的敢杀人吗？试试。
小雅，耗子。小雅，怎么了？今天早上，我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？至少，他在最后的时光也是幸福的，没有遗憾。来了。又香又嫩的烤羊肉串儿，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谢谢。来，很好吃哦。那大家吃吧。浩哥，到你了，真心话大冒险啊。真心话吧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小雅呀？打过上来就喝。哎。你这什么烂问题啊！没事没事，我喝，我喝。所以我佩服浩哥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啊，男人楷模啊！你真的是喝醉了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喝点果汁醒醒酒。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们玩吧，我去换件衣服。在非洲草原相爱，一路走来，我们度过了三年的幸福时光。曾经我以为我会一直漂泊，四海为家，直到我遇到了你。我才明白你在哪儿，那儿才是我王浩的家。现在，我要进行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旅行。嫁给我。
怎么了？你看那个灯。傻瓜，你以后不许弄丢它。嗯。我们交往三年，这是他送我的第一个戒指。为了这个戒指，我们吵过很多次架，我以为他不想娶我，就是不够爱我。现在，我终于得到了这个戒指，可是没有他，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早知道是这个样子，我宁愿他不娶我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也失去过最爱的人。别误会，他没有死，他只是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就突然从我的世界里面消失了。我当时疯狂地找他，我去过很多的地方，也试过很多的办法，你恨他吗？我刚开始是恨他的，因为他连一个问为什么的机会都不留给我。不过后来我想通了，我决定不了他的去和留，我唯一能决定的就是他留在我世界里的东西。如果我总是笑着想起他，那他带给我的就是幸福的。怎么了？杀了小丽。有人进来，酒瓶子怎么不响？肯定是屋里人干的。你怀疑我？除了你还有谁？我还怀疑他呢。他没有任何理由杀小丽。我为什么要杀小丽？你想侮辱他，他拒绝了，所以你杀了他。你有病吧？当时在山洞，我就应该把你摔死。果然是你推的。哎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如果这个屋里有一个是凶手的话，那只有可能是他。他莫名其妙半路上车。谁也不认识，非得给我们录音干什么？肯定有鬼。不可能是阿南，
如果没有他，我们早就死在山洞里了。你才认识他几天？我们这么多年的不入，为什么你们相信他不相信我？因为你有杀人动机。什么？我有杀人动机？你是不是勒索过王浩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在外面有很多外债，银行就给你发了封律师函。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现了王浩的重大秘密，于是你就勒索王浩，勒索不成杀人泄愤。小丽后来也知道了你的这个秘密，于是你想在山洞里把他一块儿给杀了，但是你万万没想到我们逃出来了，于是你就回来了。小丽身上的味道跟山洞里的白烟一模一样，这种白烟吸进去会让人产生幻觉，你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他们给杀了。真的是你杀了王浩吗？小雅，连你都不相信我吗？我见过你们吵架。没错，我是勒索了王浩，但是我没有杀人呐。小雅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看我干嘛？不是我干的，刚才还有人想杀我呢。刚刚明明想杀人的就是你，还演戏，有意思吗？胖子呢？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谁也不能走。建文，你先冷静一下。现在你叫我冷静？我是杀人凶手，你叫我怎么冷静？你要我先带小雅下山治伤？我跟你走更危险。好，那我们三个一起下山走行了吧？小心！阿南，小雅，你听我说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杀人？那你为什么要打倒阿南？阿南，阿南，
为什么在你心里一个陌生人都比我重要？你不要过来！小雅，你别怕，我喜欢了你那么多年，我怎么可能伤害你？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，那该有多好！可你偏偏选择王浩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吗？啊？他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。要不是你怀孕，根本就不会娶你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我没有胡说。什么爱自由，不想被婚姻束缚，那都是骗你的。小雅，其实你一直都是……鬼吧！这样，鬼吧！江安。我幻想着时光可以倒流，这样我就不会逼着王浩结婚，他就不会为了给我意外惊喜而策划这次求婚旅行。我甚至愿意付出所有来使时光逆转，这样就可以消除所有痛苦的回忆。那两个女孩死后，大家都说花木林里有幽灵，他会附身在你最熟悉的人身上，让朋友互相折磨，让情人自相残杀，最后每个人都会被他吃掉。每当歌声响起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来了，他就在你身后。怎能忘记旧日朋？喂，小雅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除了你，没人这么无聊。那编故事的是王浩，要打打他。丽丽，别怕，如果有幽灵，我就把他给喂饱。我才不害怕呢。王浩的鬼话也就只能骗骗小雅罢了。胖子，你不用担心，鬼魂肯定不会吃你的。要吃，第一个吃王浩啊。这为什么吃我啊？贵呀、啊、你想想，你身家几十亿的食物，吃起来多有逼格。小心有人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要不要命？对不起啊，我自行车坏了，想搭一程。兄弟，我们去化木沟不回城，你来下一辆吧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也去化木沟。我说了不方便。方便，上车。谢谢啊，小雅。谢谢啊。你们叫我阿南就行了。我本来呢是要穿越桦木林的，但是刚刚骑了50公里啊，自行车就坏了。哎呀，我在这等啊，树叶都数遍了，一个人影都没看见。哎，没想到遇到了你们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那烧烤技术啊，你们不见识一下，那叫终身遗憾。关窗，关窗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
你朋友的小别野吗？你第一次来啊？他哪次不是跟咱们一块出去野营啊？我就没见他跟别人出去过。哎，前面有人，下车问问吧。老头，你眼瞎呀？没看到这儿有人啊？骚货！喂，你说谁呢？给我朋友道歉。闪开！来呀！吓唬谁呢？静雯，我们走吧，犯不着跟这种人计较啊。都醉了，谁逼他来的呀？活该！你们看后面，不值得你这么做，小雅，你回去就去送死。小雅，别傻了，我们下山，我会照顾你的。
为什么要回来送死？这些都是你做的。为什么？你先看看这个吧。上个月，有人匿名给我发了一段视频。若安小心。他告诉我，他知道我所有的秘密，威胁要把我和你的关系告诉我老婆。原来你一直在骗我，小雅，你太信任我。根本不是什么钻石王老五，我的财产都是我老婆的。我表面看起来事业有成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快乐。可我在喜马拉雅山遇到你，我就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你。我本来计划着，你给我几年时间，等我把财产转移出去，到时候我会离婚，到时候我会娶你。可是小雅，为什么要用孩子逼我？为什么？我只是不想我的孩子跟我一样，一出生就没有爸爸。我爱你，想嫁给你，有错吗？可我现在不能离婚。他们家的钱怎么来的，我一清二楚。只要我离婚，以他爸的身份，可以堂而皇之的弄死我。我老婆已经从国外回来了，她还怀疑我，派人调查我。我现在不能离开她，因为我不想变成一个走在大街都没人愿意多看一眼的穷光蛋。如果你愿意给我时间去处理，该多好。我求过你的。求我，求我打掉孩子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你要杀我可以，你为什么要杀小绿、建文跟胖子？他们都是你的朋友。朋友？他们把我当朋友了吗？
我们俩的关系只有他们知道。那个勒死我的人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。我看着他们每个人都有嫌疑，所以我利用求婚把他们都遇到这里。他们要怨就怨那个勒索的人吧。阿南呢？他是我。给我闭嘴！小雅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你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。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？他就是我老婆派来的侦探。你以为他在拍什么？他在拍我出轨的证据。小丽，吃西瓜。嗯，好。胖子，你偷吃。哎，你干什么啊？我来帮你烤啊，蹭了你们的车，总得帮着干点活不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是祖传秘方，一会儿吃了你就知道了。没看出来，你年纪轻轻的，还什么都会吗？哎，这是一个光棍的自我修养啊！不管想要什么，都得靠我这双勤劳的手。你这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跑，也不工作，你靠什么吃饭啊？你们本应该都死在山洞里，要不是他，事情不会变得这么麻烦。你真的是那个跟我一起走过三年幸福时光的王浩吗？凶手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们？你逃不了的。一个完美的杀人案，怎么可能没有凶手呢？所以完整的故事应该是这样。谢谢。小丽组局，建文租了小木屋，我们几个驴友俱乐部的朋友
来这里露营，结果却遇上了这个变态守灵人。他得了癌症，无药可救。可是他却误信了小报的报道，他陆续把我们抓起来，把我们都杀掉。最后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逃进了这个山洞。我们在绝望中留下来了烟。可是这个守灵人还是找到了我们，他把我们绑起来，要喝我们的血。自我牺牲是成功的关键。最后，你就这样死了。而我，虽然身受重伤，但是我趁守灵人不备，磨破了绳索，一刀杀了这个恶魔，成为这次惨案中唯一的幸存者。阿南没有死，他推测到这一切是王浩所为。他割伤自己，用疼痛使自己清醒，拼命赶来阻止我。我不愿意相信，固执的回来赌他是爱我的，没想到却输得一塌糊涂。
哎，你看，一会儿我们让他们两个人比赛好不好？如果输掉的话，你觉得什么惩罚好呢？嗯，我觉得。从此安静，爱情是看不见终点的远行，我愿意为你一路挡风遮雨，你微笑眼睛是我天空最亮的星星，傻傻爱你直到天明，爱情是猜不透结局的电影，我愿意为你写白头不相离。